吃了 Lipo 过后，我觉得我的人哦比之前是蓝藻更加的精神，然后过后很好睡觉，然后之后还有就是我吃了 Lipo 第二天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第二天第三天呢，我就开始有排上大号的时候哦有排油，然后一层黄黄的，我虽然我就问我自己哦，我很苗条了吗？我很苗条了，然后Body Checkup 全部都 OK 的，我但是为什么我上厕所哦一天每一天都是一次的嘛，但是吃了 Lipo 过后变成两次到三次哦，然后过后就感觉到哦，哎就看到我们上大号的时候又一层油两天，然后上大号很顺畅，然后还就是我老公发现到我的这个眼袋还有这个黑眼圈哦是很深的，因为我一天不够睡啊，啊我的黑眼圈就很深了的，然后我是熬夜的人啊，每天两点才睡觉的啊，过后我吃了 Lipo 过后，我老公讲我的这个黑眼圈淡化了，因为有几天我是没有擦 BB cream 啊，没有化妆就很 natural 的，他就讲我的这个黑眼圈哦有淡化了，然后我最发现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的这个斑啊，我是有斑的，生了孩子过后是有一点缺斑这样子啦，啊有淡化了很明显哦，嗯。这个就是我的见证。第三天，因为我一天吃两粒啊，吃饱过次，就第四天、第五天我都有拍照的啊，所以我看到感觉到我的这个，因为我很注意，我用了很多产品 ，many 就是 collagen 的那些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有喝的，但是哈、哦，因为之后啊，我又很懒惰擦 skincare 的人，然后也不是很时常做 mask 的啦，所以我防晒我也没有擦，所以我就感觉到我的这个年纪大了啊，这个雀斑，哎呀，皮肤又干了，哎呀，算了，但是吃了 Lipo 过后，真的感觉到皮肤是亮了的。